是要这么多吗？对，因为这湖比较小一点，而且人来就客人比较多嘛，多的时候就稍微茶也浓一点，要不你跟不上。会不会苦啊？不会，我泡茶一般就不会发苦的。它这个茶是不是本来就不苦？绿茶它属于。这第一道茶不喝，用来洗茶，洗茶也不给浪费了这个样子。提高一点。喝绿茶主要把水温啊用量你掌握好就可以了，它没多大的技巧，它不像喝普洱茶跟那个乌龙茶，它也讲究一种技巧。嗯，Wie hoch ist die Temperatur? 这个水温有多高啊？绿茶最好的，好的绿茶最好是找温的，你把它烧开了，一般就回到80度左右，80度到85度。80 bis 85 ist das Beste.